你为什么没去集中站接受检查？多隆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妈妈是个哑巴，她是要告诉你，我妈妈是个娘惹，我爸爸是爸爸，我是娘惹和爸爸的孩子，我们是好人，大大的好人。爸爸，娘惹，啊，我知道，你们是当地土著的，我还听说娘惹煮的菜，一斤半呢。一斤半。嗯，你是说很好吃是吗？我妈妈煮的娘惹菜，一级棒的，没人比得上。食材持ってこい。没心思。嘿。Thank you.